红鹰社的罗威娜和韦王超经常因为争毒品生意而来红。罗威娜早排有批毒品被人偷了，他怀疑是韦王超做的。根据线报，他们今天会讲数。我们亦都怀疑这里就是韦王超收藏毒品的斗口。罗威娜和韦王超这两件事我们跟了很久，你十分之古惑，你情况准不准？百分百肯定。OK， 叶 Sir， 我哋 MB 要见到毒品先 take action， 里面打手倾蛇，你 O 记冇问题？当然冇问题啦，唔通我哋 O 记入去拉古惑仔打交咩？不过希望今次 CIB 啲料系坚噶啦。差佬音乐起晒，你话几无谓啊？人拉咗，货冇晒，阿公断水断粮，揾边个打救啊？最惊佢哋熬底，转做污点证人，督阿公出嚟，到时就冚家闭翳啦。淡定啊！总之以后。马照跑，舞照跳，钱照搵，我话的。唉，既然鬼王超同阿洛威娜都瓜咗，咁毒嗰份嘢一定要有人搞噶，我就当仁不让啦。我辛苦啲，我做咗佢。大家有冇意见啊？欢喜，你而家系坐管，你话点就点咯。好啦，啊，又有钱又齐齐揾，阿公好，即系大家好。又咧，啊，鲍师咧就帮我手做呢份嘢，有咩揾就得啦，得好好睇睇，唔好失礼大家，知唔知啊？知道，欢喜哥。尤达富的遗物已经 OK 了， send 咗过嚟啦。好啊，你帮我仔细睇清楚，然后做份 summary 俾我。OK， 冇问题。不过阿头今朝提我哋仲一个礼拜嘅时间。如果卓海单 case 仲未揾到料嘅话，就会 close file。不过我哋做过咁多单 case， 呢单都真系算好棘手。我哋跟咗卓海咁耐，一啲破绽都冇，仲次次都跟得。啊，佢好似做乜嘢咧，都快过我哋一步咁。佢系 CIB 嚟噶。我哋识嘅嘢，佢一样识。帮我去申请20个监听器翻嚟。20个会唔会多咗少少啊？我哋得翻一个礼拜嘅时间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冇问题啊，咁我去搞。
哋跟咗卓海咁耐，一啲破绽都冇，仲次次都跟啦。啊，佢好似做乜嘢咧，都快过我第一步咁。点解会咁噶？点样先可以捉到只狐狸啊？快我第一步。点解？点解会快我第一步啊？上咗楼好耐，唔知会唔会出街。30分钟后见，地点再定。美儿啊，我坐出去先啊。你去边啊？我哋唔系 book 咗2点钟先食饭咩？我有啲嘢搞，一齐见啦。你去。出动！最新劇集《逆天奇案2》已经在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上架了，北美的观众还等什么？快点去下载这个 Apps 来煲劇吧。